在哈萨克举办2017亚洲青少年跆拳道锦标赛，未了中下各中部的学生罗伟杰经过正激烈的竞赛，是来入选少女组的国手。未了中体育会校长甲学校跆拳道的奥运会等单位，知影这个好消息了后，也特别前往伊的厝内来打红榜，并且祝福伊伫咧这次的国际比赛会当有杰出的表现。家长嘛特别感谢各界祝福。今年阿青杯国手选拔竞争非常的激烈。不过未料中下各中部的学生罗伟杰一路过关斩将，得到最后的胜利，以金牌成绩来入选，地方各界拢来打红纸恭喜。非常感谢伟杰爸爸的对运动的支持哦，从小就栽培，让伟杰来参加我们的跆拳道队啊，我们也感谢我们学校的这个教练哈，很认真的教导。很感谢我们伟杰这次能入选我们国家代表队哈，我们麦寮乡的荣耀，也是我们体育会的荣耀。阿伟杰吼，这个真友好，阿嘛真认真，伫学校吼，甲人个嘛真好，咱徛伫这个地方吼，嘛非常的光荣，嘛希望讲吼，咱地方会当支持学校所有的运动。这次罗伟杰代表国家来参加阿青杯的比赛，爸爸真感谢学校的栽培，以及国家的支持甲勉励，期待会当为国家来争取光荣。很荣幸的可以选上亚青跆拳代表队，我很感谢我爸爸妈妈一路上的支持，也很感谢教练的对我的训练和照顾。跆拳道是国家推广的重点运动项目，其中未了高中跆拳道队在近年都有很好的成绩，为了要得到杰出的表现，教练表示会努力来加强训练。那目前呢，我们的选手伟杰，我们会把它摆在训练上的一个环境适应以及赛场的适应能力，那就是能够希望说他能够在这一次的亚青赛哈萨克这边能够为我们国家争取最高荣誉。这次国家跆拳道队完成哈萨克比赛需要面对很多挑战，不过相信在国家祝福和支持之下，会当提出好的成绩。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